蚕桃蚕为土地公这句话点出了台湾民间信仰最多的神祇就是福德正神。农历二月二号土地公圣诞为祝寿，信徒们蜂拥而至，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来到了中和的碧和宫参香祈福。今夜是龙，天地开疆，牛羊牛屁，二一请接连。侯友宜并且颁证匾额福佑四方给碧和宫，感谢十几年来长期推动公益慈善活动，造福弱势族群，回馈社会。另外呢，也来到了例行福德宫，感谢庙方创办土地公文化祭，融合了宗教教育，开创在地的优质文化活动。福德宫就像我们的里长伯一样，照顾地方的市民，地方啊，做些代志，拢会透过咱的用庙来做一挂好代志，出钱搁出力。那就雕和窟、碧和宫，还有例行福德宫，点点感款，用这个精神来关心市民，把咱市民呢，需要被帮忙的人，会当得到需要的资源。所以，其六金刚峡新北市最多的土地公庙，长期以来对这块土地的付出，所以来感恩土地公，希望我们跟所有的民意代表，跟所有在地的基层的干部，都用土地公的精神，喝喝怕表。为新北市创造更多的幸福。农历二月二号，土地公生，各处的土地公庙都有庆祝活动，为神明庆生，打给到老赖。记者赵世渊综合采访报道。